搞事情。背着我偷尝红烧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抓紧吃完，抓紧撤。哎呦我的妈！老爸要偷吃，今天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。太棒了！来，爸爸吃饭。爸爸来吃饭。哎呀，哎，有哈密瓜，你不吃就不吃啊？先吃完饭，我一会儿再切呀。哦，啊，我喝杯。嗯，再拿肉给我。嗯，你们吃瓜吧，我吃这个。哎呦我去！爸，别先吃，我们先喝玉米冻。嗯，也行。如果被老爸看见，大猪蹄肯定保不住了。啊，都是我的。这么姿势，这红烧鱼你一点也别想吃了。嗯。真是烂到家了，你不会自己冲一杯吗？妈妈，妈妈吃哈密瓜吧。好。哎呦，还有大鸡腿儿。一会儿啥情况？哎呦我的妈！吃吧，哎，看你儿子对我好哈，给我扣肉吃。你这个套路，等，还给你们，还给你们。嗯，妈妈，我们喝玉米羹吧。越过吃。妈妈，这个玉米羹暖热可口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好喝吗？好喝，明天给你当早餐。还是不了吧，这么好喝一定很贵的。不贵。啊，吃完了吗？吃饱了，哎呀，真舒服。哎，那妈妈，我们吃这个吧。好，吃点扣肉。哼，还学那扣盘子。啥情况？有人。吃饭了，选一个，这两个哪个选哪个？我选这个。好，这里边藏着好东西啊，这是。那我吃，等一下，省得你一会儿馋我。我先吃着河粉，吃完河粉你再吃。也行。
哈密瓜，哈密瓜，芝麻开门。这个还不错。还吃个鸡蛋？嗯。没事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吃了。嗯，你说吧。芝麻芝麻快开门。哎，我就说了嘛，有肉啊。嗯，发财了。都发财了。快来吃饭啦。没有双姜酱啊，双姜酱配这个河粉肉是吧？这拿点双姜酱，没颜色。不行。哦哦，嗯，电话，怎么是美女？美女是谁？你还是我有点事啊。你都吃完了？你不打电话能打我吗？我打电话，把碗刷出来。